路易斯先生，我们好好谈谈。出去！ 谢谢你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警方怀疑，有人利用圣约翰监狱进行毒品实验。约瑟夫典狱长的死跟此事有重大关系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我会找到证据的。圣约翰监狱是一座租界所属的监狱，我想绝不可能发生你说的情况。我相信约瑟夫典狱长跟此事并没有关系。 你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撤出监狱的警察，让我们华警进去搜查。那如果我不答应呢？ 既然我来了，就没想过活着出去。路易斯先生，我相信您会答应我的。